有请我们今晚的嘉宾，素有温哥华小阳光之称的林宇先生闪亮登场。自己做，自己吃，自己抱，自己唱。那下面呢，一首杨国的经典歌曲《无所谓》带给大家。如果唱的有那么一丢丢像那个杨坤的话，大家给我鼓鼓掌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有请我的音响老师放个伴奏。
音乐奇妙夜。温哥华第一届好声音冠军，温哥华著名流行歌手大宝哥演唱会，特邀嘉宾林雨、李梦莹、朱乃君、李振杰、紫琳，主办机构艾丽莎艺术协会，协办机构北美艺术家协会，冠名赞助西岸文化基金会，金赞助加拿大华人建筑装修协会，银赞助 Pinder Floors and Stars Floors， 媒体合作洞察天下，探寻美好联盟。9月22日晚6:30，与你不见不散。